受君，您现在身子虚，就别起来了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嗯，你要去吉人大典。吉人大典是给楚楚筹备的，是为了让他知道他做下的错事。我只是在旁边看着而已。吉人大典上有你回去的路，那都是我编的。你以为天降异象这么容易的？嗯，那是特效，得要花钱的。我告诉你啊。 嗯，不管谁走那条路，都一样。没有什么隐藏瞒天，也没有什么天门大开。你怎么知道？如果是你走的话，也没有。你是不是想让我结束这场梦？我跟你说过的，我哪儿也不会去，就陪着你。 我只是想瞧你在吉人大典上身穿华服的样子，然后记在心里。怕的是，好，华服我穿，我穿给你看。但是花露，我不走。 去吧。 白洁，你照顾好少君。是。等我回来。 继任仪式现在开始。
这本就是传说，根本就没有那回事，换成别人，也一样不行。大郡主当心，我走，我陪你。